一种植物，芒是一种植物，芒是芒草。在这里。这个也可以炒啊。这个花，就这样子。这个花。啊，以前我们装了圣诞，装了眉毛，圣诞老公公这样子来哈。它这个花穗啊，嫩花穗也可以吃。这是以现在来讲，快要开花了。它的植物名称叫做白背芒，白背，白色的背部，白背芒，不是五节芒。五节芒是在端午节前后开的芒草，叫五节芒。最近你们要欣赏的芒花其实是白背芒，哦，白背芒。啊，那它这个可以吃哦，嫩的可以吃，心也可以吃啊。十一月份。台北的四大赏芒区啊，大屯山、五分山、湾坑头山，还有金瓜石、九份这一边的芒花是很棒的啊。刚才也有人讲到不厌亭吧，不厌亭就是双溪那个瑞芳跟双溪的交界的地方啊，那个拍下来啊，很多车子啊、汽车啊、广告都在那里，那是不厌亭啊。那这一带的话，好像这一带都很好玩啊。知道的话就很好玩啊！啊，不管是植物、动植物、地形、地质都很棒，都很棒啊！那我看我们。